各位，郭某十分的荣幸，承蒙各位的帮助，在商会会长的位置上做了这么多年。好，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啊，就是叫犬子啊。对对对，那个犬子们今天在、啊、别闷，没有闷啊啊，犬子很美，我说犬子美啊，哦、在这里。这些年来最让我担心的就是，犬子一直在外。今天犬子这边，今天犬子归来，我也该安享中年了，不准备在商会里面跟大家一起拼搏了。今天为什么请大家来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为我们的商会选择一位话事人，因为我们这个四科九位老板跟着我上海沉浮里面，他们两位资历是比较深的哦。此公叫栾云平，嗯，啊，本名叫栾博，嗯，小名叫潘潘。潘潘，海宁哥说这干嘛呀？栾潘潘一点气势都没有了。我是非常的喜爱他。还有这一位啊，你看他比较好理气，他也是云子里面来的比较早的，号小李啊的，本名叫栾，哎，算找着爹了。本名叫朱云峰，哎啊，但是在大上海一提烧饼，没有人不认识的，都吃过啊，都知道啊。他们两位也是在我的左膀右臂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非常的欣慰，很感慨，很感慨，大气、稳重、文雅，